世界，往往会发生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。我想都没想过，永之助居然会到仙台来跟我一起度过七夕节呢。我更没想到的是，小静跟小陈居然也跟着来了。不过能跟永之助两个人一起在仙台看星星，实在是太棒了。金鱼图案的浴衣。小红豆，你回来啦！我回来了。你是什么时候从仙台回来的？昨天很晚才回来的。我从仙台带来了一些小礼物哦。谢谢你。对了，你要不要进来坐一下？我还得送东西到小翠家去呢。小红豆，我正想跟你说些小翠的事。啊？小翠她怎么了？你还记不记得这个礼拜六社区里有个中元节大会？永之助跟小健好像也会去嘛，所以啊，小翠的奶奶就帮我们几个人做了同样图案的浴衣，让我们穿到大会里去。啊，那真是太棒了。嗯，问题就在于那些浴衣的图案。图案？该不会他做的都是老太太的图案吧？正好相反，上一次我去小翠家玩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了。你说金鱼？就连幼稚园的小朋友也不肯穿的那么幼稚的图案。不过人家是好意送给我们的，我们可以不穿吗？要是穿上那种浴衣，一定会被男生笑死的。不要，有金鱼图案的浴衣我死也不要穿。可是是小翠的奶奶做的，你说能不要穿吗？这件事非得想想办法不可。小红豆，我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才行。啊，谢谢你，小红豆，谢谢你在仙台的鱼板，我奶奶她最爱吃了。啊，说到我奶奶啊，她小薰都跟我说了。你奶奶帮我们大家做浴衣，对不对？说的没错，我奶奶她做得很开心哎。关于那件浴衣的图案，要是你看到一定会喜欢的。不过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哎。明天你就看得到了，奶奶说今天晚上就可以完工了。这么快就做好了？到时候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，我奶奶的手艺你尽管放心好了，对不对奶奶？对不起，小翠，我得赶快走了，替我跟奶奶问好。哎，等一下，小红豆。啊，我为什么没有勇气跟小翠说不要呢？喂，小红豆，来笑一个。很讨厌，干嘛无缘无故帮人家照相？放心啦，小红豆，里面根本没有装底片。你们干嘛这样捉弄我啊？对不起啦，小红豆。这部相机很棒哦，是永之助他爸爸的耶。是哦。拍夜景的话，一定要用这种相机才能拍得清楚。拍夜景？中元节大会啊，用这部相机就可以把你穿浴衣的样子全都拍下来了。穿浴衣的样子啊？拜托，小健，我哪有这么说过？你心里是这么想的吧？你们都不要期望太高哦，免得失望。啊？怎么说啊？因为我穿浴衣一点都不好看。这点你可以放心，模特儿差一点没关系，只要相机好拍出来一样很漂亮。你想胡说八道啦！啊，金鱼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要穿？你都5年级了，小翠的奶奶会送这种浴衣给你穿吗？我看他奶奶平常穿和服的品味不错啊，但愿不是就好了。金鱼好哎，金鱼好哎，你烦不烦啊？喂，你好，这里是野山家。爸爸，是你啊？是爷爷。这样子啊？对啊，我们这边也有中元节大会。好，爸爸，你稍等一下，爷爷问你们要不要去他那边参加中元节大会。这个礼拜六吗？我要去。小子，你不能去是不是？到底要不要来，不能说清楚点吗？行了行了，叫小子来听电话，叫小子来听，快点。喂，爷爷。哦，小子啊，老社区这边的中元节大会很热闹，很好玩哦。可
可是我、爷爷，谢谢你打电话来。夜市也很热闹啊。还有啊，我还特别准备了礼物要给你们呢。那我礼拜天去行不行？当然可以喽，爷爷一定会等你的。那就礼拜天见喽，再见。你可以去吗，小子？礼拜六参加这边的中元节大会，礼拜天参加爷爷那边的中元节大会，你说这样好不好啊，妈？都可以呀、现在是暑假嘛。我也要跟姐姐一样。谁要你跟我一样啊，打斗？万一小翠她奶奶送的浴衣真的有金鱼图案，那我宁愿礼拜六就到爷爷家去。这样做是有点不对了。不过如果让永志柱看到我穿那种浴衣，那我宁愿死掉算了。大家早，我是小翠和服店派来的，我把浴衣送来了，和服很好看哦。太麻烦你了，谢谢你喽，小翠。你进来坐一坐吧。那就打扰喽。不是我自己夸自己，我奶奶的手艺真的很不错哦。是吗？给我看，给我看。那就赶快打开来看看吧。那我就打开喽。我快不能呼吸了。哇，是金鱼耶，金鱼耶。这真的是金鱼。抱歉抱歉，我送错了，这个是要送到别人家去的。这是小朋友穿的吗？你都五年级了，穿这个太幼稚了吧。难道不是金鱼图案？难道小红豆，你觉得这种图案比较好吗？这怎么可能嘛，原来是送给别人的。我记得你的放在下面，小红豆。这种花色很典雅，很漂亮呢。我觉得金鱼图案比较漂亮。这样啊，那这个礼拜天我们就可以好好拍些漂亮的照片了。礼拜天？礼拜六我正好没空。你是不是不方便了？没问题，我可以呀、那就礼拜天见了。怎么办？这个礼拜天我已经答应爷爷了，拜托你吧，拜托你帮我打电话给爷爷。不是我不愿意打这个电话，你爷爷一向最讨厌别人跟他取消约会了。为什么非改礼拜六不可呢？没有为什么啦，总之非改不可。我来帮你打电话好了。你来打？说不定让大豆来打的话，爷爷火气会小一点。喂，这里是野山家。哇，你是大豆啊。礼拜天要赶礼拜六啊，真是不巧啊。礼拜六啊，我正好要到朋友家去做客啊，礼拜天为什么不行呢？爷爷，不是我不行了，是姐姐她另外还有约会。她在打斗。约会？小子还是小学生，居然会有约会？爷爷，她是骗你的啦。你紧张成这个样子，我看哪一定有鬼。怎么可能嘛。那好吧，既然没什么的话，那这个礼拜天爷爷到你们家去，这样总行了吧。爷爷你要来？现在的年轻人呢，暑假期间最容易学坏了。可是我总之你在家里等我就是了。等爷爷，你听我说，爷爷要来住啊。耶，太棒了太棒了，爷爷要来我们家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嘛？什么？你那个顽固的爷爷又来了？就是啊。你不要乱说了，小翠。你爷爷真的这么顽固啊？我看你啊，还是别让他看见永之柱。你那个顽固的爷爷一定会把永之柱当成拐骗他孙女的大坏蛋。他应该不会这么古板吧？大豆，你来了。姐姐，大消息，大消息！怎么回事啊？你跑来干嘛？金鱼，是金鱼耶！爷爷送金鱼浴衣到家里来了。你说爷爷？
是你爷爷特地送来的，他怕礼拜六来不及给你穿。我才不要呢，干嘛送金鱼的浴衣来给我啊？那你跟我换好不好？你看我的是喷射机图案呢，那不是更糟吗？爷爷说要送给我们礼物，原来指的是金鱼浴衣啊。爷爷也真是的，他不知道我今年几岁了嘛。那有什么办法，爷爷又不跟我们住在一起。妈，你去跟爷爷说说看啦，跟他说这种浴衣太幼稚了，我不敢穿。你先穿穿看嘛，说不定穿起来很好看哦。怎么可能会好看嘛，我进去穿穿看。现在是我的问题好吗？你要是连试穿也不肯的话，爷爷会很伤心哦。讨厌，我好想离家出走哦。真的是金鱼图案的浴衣，小红豆，你爷爷也真是的，怎么品味那么差啊？我怎么敢穿那种东西去参加中元节大会嘛？对了，小红豆，我想到了，你只要在出门的时候穿上浴衣就可以啦。就是啊，在半路上就可以换下来了。可是我怕爷爷去参加中元节大会，到时候你躲起来不就行了吗？人那么多，你爷爷一定找不到你的。你说对吗，小翠？除了这样，好像也没别的办法了。结果，礼拜六那天下了场雨，当天活动停止，然后就到了我最怕的礼拜天。爷爷来了！爸爸，你好，请进，请进，爷爷。浴衣都收到了没有啊？都收到了，谢谢你特地找人送来。只要两个孙子高兴就行了。怎么样，浴衣上的图案你喜欢吗，小子？真的真的，那还不快穿出来让爷爷看看啊。可是现在天还这么亮哎。啊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怎么会没关系嘛。爸，天气这么热，要不要喝一杯呀？好啊，天气这么热，喝一杯也好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穿起来很好看嘛。这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你干嘛露出那种害羞的表情呢？我是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。不过爸，你觉得这种图案穿在小紫身上会不会太孩子气了点？您胡说些什么？这种图案啊，最适合小学生了。对，爸说的都对。小紫，什么事啊？等一下，爷爷他喝醉以后马上就会睡着了，所以才让他喝啤酒啊。对呀，你爸爸他也是想帮你嘛。小紫啊，爷爷在这儿喝酒，过来陪爷爷。爸，你多喝一点吧。那你就多倒一点吧。这小子还真没用，喝一点酒就醉成这样。为什么最后是爸爸睡着呢？好吧，我们去参加中元节大会吧，小紫。你这是什么表情呢？你是不是觉得跟爷爷一起去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啊？小红豆怎么这么晚还没有来呢？他八成还没有换上浴衣呢。他来了，你为什么这么晚啊？爷爷，你跟我们一起来了。爷爷你好。你们几个女孩子晚上自己出门，小心会碰到坏人哦。爷爷会保护你们。放心了，我们会照顾自己的。你跟大豆先走吧，爷爷。怎么了？现在的小学生都喜欢穿这种像大人的图案的浴衣吗？
其实我们已经不小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，爷爷，我们都已经五年级了呢。小泽，爷爷问你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件浴衣太孩子气了？我觉得，就是啊，你总算是注意到了，都已经五年级了，还穿这种金鱼图案，怪不得小红豆糗得都不敢出门呢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不过爷爷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已经另外帮小红豆准备了一件浴衣。小红豆，赶快去换另外一件，给爷爷一个惊喜。来吧，小红豆，快点进来，换上这件我们准备的浴衣吧。等一等。难道说你本来打算在这边换了浴衣之后再去参加中元节大会吗？不是，小红豆，你根本一开始就没打算要穿我买的浴衣，是不是？爷爷，完了，这下糟了，简直是可恶！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老实说呢？我这个人一向最讨厌人家骗我了，你们还欺骗老人家！等一下，爷爷。对不起，小红豆，我们不晓得你爷爷会气成这样。这怎么可以怪你们呢？是我自己没有老实的告诉爷爷。你爷爷他也真是的，为什么他就不想想自己的品味很差，老是要怪别人？小翠，不要说了啦。小红豆，看这边。对不起啊。本来应该是开开心心的中元节大会，因为惦记着爷爷，心里一直觉得很不安。永之助。帮我拍一张照片吧。要全身的。没问题，看这边。再来一张，这样子呢？他以为他自己是明星啊！大家一起拍，就显不出个性来了嘛。我们几个是以内涵取胜的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红美，你的浴衣好可爱哦。是我乡下的奶奶特地寄来给我的。你都五年级了，穿这种花色不嫌太幼稚了吗？会吗？我觉得彭美穿起来很好看啊。永之助，总比有些人故意装大人要好多了吧？你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装大人了？永之助，你帮我跟彭美拍一张好不好？好啊。谢谢，这张照片我会寄给我奶奶看的。彭美真了不起，居然敢穿那种浴衣出门。来，结果爷爷特地送给我的浴衣，我却表现得那么嫌弃。我，小红豆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从刚刚就觉得你的样子怪怪的。没什么事了。永之助，我突然想到家里面还有点事啊，所以我要先回去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小红豆。永之助，小红豆呢？我要回去跟爷爷说对不起，就算浴衣再怎么不好看，也是爷爷的一番心意呀。姐姐，大豆，爷爷他人呢？他一气之下说要回千住去，这件事都要怪你啦，姐姐。爷爷他走多久了？他刚刚才走而已呀，我想应该还在巴士站吧。巴士站，走慢一点。妈妈，你看。女孩子喜欢什么东西，我这个老头子真是不懂啊。如果你还活着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，老伴。谁叫你走得那么早呢？爷爷。
小紫，怎么了？干嘛这么慌张的样子？爷爷，我对不起，你特地买给我的浴衣，我一点都不珍惜。别说了，事情过去就算了。爷爷，请你千万不要生我的气哦。傻孩子，当爷爷的怎么会跟孙女生气呢？来，坐下来再说。其实呢，爷爷刚刚也想过了。在爷爷的心目中呢，你们一直都是小时候的样子。一转眼你都五年级了，马上要升国中了。爷爷没想到小紫已经长大了。爷爷，这个巴士好像就快要来了。下次爷爷一定送你一件成熟点的礼物，到时候可别笑到喽。谢谢爷爷，谢谢你。等将来我长大以后，结了婚，如果我也生了女儿，我一定会给她穿上爷爷送的浴衣。所以，我一定会好好保管这件浴衣的，爷爷。第二天，我拜托永之助帮我拍一张穿着爷爷送的浴衣的照片。在我还没有生小孩之前，你就先收下这张照片吧，爷爷。暑假结束之前最后一个活动是露营，不过爬山真的好辛苦哦，而且还得连过五关才能到达终点，越想越害怕。下一集小红豆行动电话救命记，不晓得这次能不能平安回家呢。ただ寂しくて、ただ恋しくて、僕ら抱き合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、ふとよぎる悪い予感ほどくように、君は大切に